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。今天我们跟莉莉小公主一起去泡温泉浴吧。John 他们也要来做 SPA 吗？男孩子不需要做 SPA， 这样才有男人味嘛。让我们好好布置一下吧，多选两个板子。我还有好多的朋友呢。在沙滩上做一点小装饰，真漂亮。摆在沙滩上，海星也摆上来吧。这里还有很多好看的小装饰呢。接下来我们要去邀请好朋友了。男孩子不需要做 SPA，这里是我们女孩的天地。点击公主，然后帮公主们做个 SPA 吧。莉莉小公主想要做一个面膜，先给脸上好好的擦一擦。做个面膜吧，皮肤会变得美美的哟。敷上面膜，皮肤变得白白的，再抹上一点乳液，补充一点水分，再看一看别的公主想做什么。来制作防晒霜，在沙滩很容易晒黑的。倒入魔法水，搅拌一下。布灵哒，布灵哒，布灵哒。防晒霜就要做好了，烈日炎炎更要注意防晒。快帮小公主抹在后背上，涂抹均匀，等着皮肤一点一点的吸收进去，这样就可以尽情地享受阳光啦。还剩最后一位小公主啦，将磁石放在正确的地方，做个食疗吧。看来这位小公主想要做一个食疗。磁石放在背上好舒服呢，把磁石都摆在正确的地方，竟然还有草莓的形状。公主今天的温泉浴洗得很开心，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啦。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FMT8 可乐姐姐。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